在全球已经有900多间分行的德庄火锅，现在比内奥多西的 Riverbank 最开了他们的第一家分行。德庄火锅被誉为中国火锅十大品牌之一，如果有一大帮人要聚会，这里有包厢房，重点还是一人一锅，很卫生，还有 KTV 可以给你唱 K， 相当 enjoy。 他们有高达8种汤底，麻辣火锅堪称正宗，你可以选择辣度，52度是属于刚刚好，麻辣和香。食材海鲜不止新鲜，而且摆盘还很美，大大颗的扇贝，大大只的鲜虾，爱吃海鲜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，飞鱼子、黑金、虎虾滑，口感吃起来非常弹牙。除此之外，你一定要试试毛肚，拿去穿烫一番，口感吃起来相当脆口，你一定不可以错过。那集澳洲雪花和牛肉，油脂分布均匀，手工猪肉饺子，那些包得刚刚好，很扎实。菌菇汤和番茄汤值得一试。除了牛肉，有精品猪肉三拼，肉质肥瘦均匀，沾上酱料好吃到不行。土豆丝和卤豆干丝口感截然不同，卤豆干丝会比较有嚼劲，土豆丝的话就比较脆口一点。他们有其他小吃，香脆小酥肉，小孩子很喜欢的黄金小馒头，3种不同的开胃凉菜，草莓优格，喝起来意外的不会死甜。吃了火锅，再来一碗芒果冰沙，酸酸甜甜挺解腻。每个人只需要多交5块钱，你就可以任拿酱料、糖水、凉菜、水果还有零食。大家快点揪朋友过去吃火锅了喂！